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 Apps Gaga， 我是蔚维。今天要帮大家介绍的是 Apps Gaga 自己开发的游戏，叫台湾铁路通。进入荧幕选单之后，按这边就可以看高分排行榜，按下面这个按键可以回到荧幕选单，按下面第三个按键可以看到台湾铁路各个站的站名还有各站的顺序。最后这个按钮按下去，如果你在上网的状态，你可以看到 Apps Gaga 所有制作过的游戏。 OK， 我们现在就来开始玩台湾铁路通这个游戏。怎么玩呢？大家看我示范，就是我们现在在中壢，我们的目的地在员林。那我们要往台北走呢，还是要往高雄走呢？当然我们知道员林是要往高雄往南走，所以我们要往右边画，往高雄这个地方画过去。下面这个也是一样，我们现在人在丰原，然后我们目的地在台中。我们如果人在丰原，目的地要台中，我们要往台北走还是高雄走呢？应该是往南走，往高雄走，所以我们往右边画，这样就算答对。那除了西部干线以外，我们也有东部干线。这题比较简单，我们现在人在凤林，我们目的地是罗东，我们要往台北走呢，还是要往台东走呢？往北走还走往南走呢？那我们要往北走。大家好，我是蔚维，你现在收看的节目是 Apps Gaga。今天帮大家介绍是一款免费的游戏，是由 Apps Gaga 自己开发的游戏《台湾铁路通》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